2015年香港小姐竞选，12名入围佳丽在7月7日在 TVB 为赴日本排外景做祈福仪式。谈到出发前准备，各佳丽都表示为了此行添置不少新衣。其中2位大热候选佳丽，1号麦明诗和4号庞卓欣，也各自掏腰包买衣服。 但麦明诗是用自己当家教赚回来的报酬网购200-300港币的衣服，而庞卓欣却豪砸15000港币添新装。虽然大家知道如今选美也是要拼家底，但其实麦明诗的家底完全不输庞卓欣啊！看来有人是想特意营造勤俭节约的形象。主要也是衣服还有鞋子吧，因为衣服也要代表自己的衣服，所以就要很用心的选。然后还有我男朋友也有帮我选的，因为可能比较性感的他就会帮我踢走那些。另外，佳丽们自参选以来不停被曝隐私，他们的家庭背景乃至情史都被挖出来。4号庞卓欣也坦言跟男朋友的感情有被影响。 还有10号热门佳丽陈静怡也曾无辜被指是不雅视频的女主角，不过要进娱乐圈就得有心理准备面对这些风浪，所以调整自己心态是最重要的。比如装失忆，没有了，忘记了，很久了。我觉得每一件事情，都要有那个牺牲，有代价的，所以这个我是预备的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。